的这件事实际上它可是你发生在那中的作用。其中也讨论建立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这有不同国家的代表，不同学术方向的代表。在这个领域，我们也可以实现进一步的团结。就是在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方向内实现这种团结。我在这里代表莫斯科大学全球建设系。
著名科学家，我被一一列出，但都是当代科学的泰斗。那次全球化会议不仅仅围绕全球化展开，其中有不少的跨学科的交流，吸引了哲学家、数学家、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公约七上会议，罗生圆桌等等，都是活动，共有23场活动。有一些活动有200人参加，100人参加。每次活动都有热烈的讨论，取得了结果。这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会议，不仅仅是在安排方面，也在内容方面也很复杂。不同领域的学者找到了共同语言。这标志着世界的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进程，越来越多的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每个社会、每个国家的生活。地球上出现了全球化城市、全球化管理模式。这就是上次我刚才讲的大会的不同场合。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参与了，他们的思想很一致，因为他们研究同样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提出不同的建议。他们都意识到，不解决全球问题，人类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今天的世界大会也针对这些问题。我很高兴在这里，我很高兴这次会议也会更多的讨论维纳茨基的思想。刚才听到了不少人的想法，包括建立一个非正式组织莫斯科俱乐部，类似于罗马俱乐部，因为在里面有政治家、科学家、媒体代表，让他们去在新的层面上讨论全球问题。不过我们的学者开始思考，可能更好的做法是学术界代表采取另一种形式，就是科学院的形式，因为学术界人士更适应、更习惯科学院这个形式。在本届世界大会之前，组织委员会展开的工作，在这种工作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在90年代初建立了智能圈科学院，就是一个建议是要重新塑造这个智能圈科学院的形象，而且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解决，所以我们向
所以我们提出让我们建立一个跨学科的跨研究领域很广泛的国际科学院，让我们共同进行研究，向决策机构提出建议，让他们听取我们的意见，向国际组织提出意见，向罗曼俱乐部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科学院做出贡献。我们通过了相应的建议，把智能圈科学院改变为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俄罗斯法律允许这么做。其中倡导者有乌尔索尔、安卡耶夫、认识等等。那研究人经济社会领域的全球进程，我们的进程系虽然规模不大，共有550个学生，我们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全球化。莫斯科大学校长也同意参与我们这个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建设过程。在本届全球文明世界大会之前，我们同亚克维茨教授也开始积极地讨论这个想法。我很高兴地认识全球文明推进组织主席张韶华先生。张韶华先生是很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他在多个著作中所提出的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形成了一个工作组来讨论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的一些理念，向俄罗斯法律部门提出了需要的申请。智能圈科学院是1991年成立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科学院的框架内有，差不多有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研究方向，有全球化、能源、人口学、地缘问题、道德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科学性发展问题等等。此外，我们还讨论了这个科学院不应该只是吸引一个很就是最具威望的领导人，因为在每个领域全球上都有自己的泰斗，都有自己的领先学者。这些领先学者背后都会有一些雄厚的研究所、实验室等等，我们希望广泛地吸收他们的创作和工作的潜力。我们希望我们有一批的领先学者参与我们的科学院，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
明星学者，应该有一些，那么是可能某个方面的主席，然后会有副主席。与传统的科学院不同，全球研究国际问题科学院可能会吸引网络大学形式。就是采用一些先进的网络技术，不一定要亲自出面提出申请什么的，这样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参与者。我认为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个正确的想法，马上吸引年轻人参加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有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印象，科学院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的一个机构。我们是一个社会科学院，所以可以建立一个青年科学家协会，给青年科学家给予支持，让他们接触导师，同时也让他们认识最先进的思想。对这个当然在管理方面也应该做出很好的安排，因为做了一个全球性的科学院，它应该有很敏捷的翻译，出现任何问题，世界上出现什么事情都应该很快的反映出来。莫斯科大学和他的伙伴单位也会愿意作为一个临时的组织总部，后来可能会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建立更完善的组织体系，我同我的伙伴们其他教授讨论了研究方向，也制定相应的机构。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讨论科学院的结构。我们的科学院应该吸引最好的因素，最具生命力的因素，吸引那些愿意做出贡献的人，吸引积极的年轻人，这样我们跨学科的发展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这里我们欢迎各位学者的参与合作，我们的合作的大门是敞开的。今天的活动让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传播我们的想法。我相信今天和明天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建立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我们几天前10月25日在这个楼的蓝色大厅也公布了我们讨论的结果，媒体也体现也
开学院会议，讨论其目的和工作方式。暂时加入研究国际科学院还没有意义，建立网站，但是在乌克兰基辅已经有同行们愿意帮助建立网站。俄罗斯圣彼得堡也有伙伴们愿意参与，我们隐隐得看我们的希望参加其他的学术会议。有很多的围绕全球研究的活动和会议，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参与，不一定要亲自去。很重要的一点是编制和出版教科书，安排进修项目，因为可能会有不同领域的人来到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他们会需要进修。此外，我们应该针对年轻人，让他们开阔眼界。我们想让他们接受全球文明的这个方式。在欧洲、美国，也当然在俄罗斯，也有一些前人提出了相应的想法。我希望这次大会也支持我们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结构的理念和活动方向理念。我希望我们都找到共同语言。在这里凝聚国际研究，全球研究。最后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谢谢。下位发言人是亚克维兹先生，他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我认为目前我们要注重这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全世界正在发生大变化。从一个方面讲，当二十世纪初，我们有一些殖民地和保护国，现在有许多大国和小国，这些国家的权力，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力。另外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出现一体化的进程，全球的文明的
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全世界跟20年前的世界相比是不一样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层次的变化。另外是科学，另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国家精英商业界的精英和科学家的精英对于全球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如何。许多国家都出现就业方面的问题，目前客观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悲观的趋势。第三个因素是过去2世纪的科学的基础之前在政治决策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而现在呢，这个现在科学在政治决策方面的作用发生变化。三个因素需要我们充分的思考。方面的科学的基础因此基于20多年来形成的科学基础出发经科学的论证确定发展方向。当我们在2006年举办的圆桌会议，以及在里约市举办会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学派智能圈学派一体化监测的学派在全世界科学界占有优先的地位。我们必将面临的
现实会让我们充分考虑将来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地缘政治方面、生活、社会、文化方面，这是科学不同科学家们的组合，我们聚集在一起。具体在一起去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位学家按照他的贡献模仿他的贡献来对来给世界带来好处。
科学家分离的这个现象的存在，下位发言人是意大利的加斯帕里教授，他是意大利社会社会学国际学院院长。我们听不到英文的翻译。我们还是听不到。
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谈到了国际关系怎么能有利于国际社会。
carte forse lo so, per category 2. Category 2 and 4, and 3 and 4, but we have other possibilit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e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weak, because globalization needs peace in order to exploit the communications larger. Peace provides certainty and therefore predictability. But peace doesn't need worldwide globalization. In this situation we are in a pass. In pass, globalization and peace are in conflict in a certain way. Globalization has some tools to exercise a violent conflict. And the first is worldwide globalization is a process involving development of structures which are trade relations, which are forms of sharing of goods. Globalization contributes a new idea of empire in that it is a metaphor of war power. Then, third, the empire of worldwide globaliz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all countries to accept in some fashion. Another concept is reconciliation. Another tool is reconciliation within a state is compared with worldwide globalization. Reciprocal knowledge. Fifth is individual. We have already seen. Sixth is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GO, IGO, and so on. Seventh, the FATCA mechanism. We have some. We 战略以调解冲突和争端，这是一整套体系。在一些情况下，全球化可以利用这些机制，国际政府可以采用这些机制。 此外，谈判机制也很重要，因为通过谈判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时间到了。 我最后想说，这是一个新的手段，让我们应对挑战，尤其是新时代带来的挑战。这手段可以有效地应用，以便解决世界冲突。谢谢大家。
贾斯帕里尼教授做了一个很广阔的报告，所以请下面的发言人控制自己的发言不超过两三个分钟。下面请莫斯科大学全球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乌尔苏尔教授发言。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多的时间发言，可以安排到明天发言。那我们第四场的题目是建立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这个问题。刚前面已经有我的同行们详细的介绍了建立全球研究国际科学院的前景。我只能补充一些想法。第一，我想请各位关注一些历史事实。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考虑建立这个科学院，酝酿了这个名称要不要用全球化这个词。就是但然后我们决定还是采用全球研究这个词。2013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一个转折年。在全球研究国际会议上，这个会议是在6月份举行的，我们就最终的确定了这个名称。我想更多的介绍学术方面的活动。我们科学院的口号应该是维也纳茨基的思想，他有一本书叫做《科学思想作为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目标是发展全球研究，以便建立全球文明。我希望各位关注，科学的全球化在俄罗斯，我们有这么一个术语叫做 Globalistics， 全球化研究。现在采用的范围比较狭窄，全球进程系比较多的关注这个全球化研究，发现了全球化具有一个跨学科的地位，因为它通政治学、信息学、法学、航空研究相结合。最近我们还提出了新的研究领域，
涉及到全球教育，把它称之为教育全球化研究。所以有一些其他学科的全球化，包括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地理全球化、历史。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研究，一方面也是其他学科本身的全球化。我希望最后支持刚才的想法。
原则这个全球的历史学让我们所面临的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要扭转要扭转的趋势。万老司机先生是首批研究智能文明发展特点的科学家之一。我跟你们我强调说一下维纳斯基先生学说的主要特点。第一点这是智能圈的学说。智能圈的学说是地球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另外是维纳茨基先生在科学历史领域的工作。他所做的贡献让我们克服科学的危机。二十世纪是一种出现了一种转变，从传统的科学到现代科学的转变。维也纳茨基先生三点另外一点是全球化进程的全球化进程研究的科学的基础。这三点对维纳茨基学说的第三点对智能文明的发展提供大贡献。我们要回顾一下维也纳茨基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要研究过去，那我们就发现新的知识，而那新的知识会对人类的未来带来好处。瓦利耶夫瓦利耶夫教授不在，世界。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
见的与会者，我想给你们说一些可能你们不想听到的东西。科学的任务不是做出规划，而是预告社会它会面临什么风险。当年莫伊谢耶夫提出了因为核战争而会造成的灾难，第二是他的关于生态的思想，第三他的一个预告是几十年代初我们在寻找我们民族的使命。政客们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寻找这种民族使命。现在我们俄罗斯总统又提出形成民族使命。莫伊谢耶夫当年就写到民族使命是一个不对的说法，关键的是我们民族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保护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的国家。而竟然我们在俄罗斯宪法20周年开始研究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从宪法的角度去看，我们发现有一个专门的条款规定俄罗斯联邦是社会性的国家，关键的目标是创造条件让人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而且个人能自由的发展。于是我和同事们研究了140个国家的宪法，发现有不同的态度，已经规定同样的目标。我们找到了与我们在军事上在历史上相近的国家，然后才用了7个指标，包括人们资本指标、基尼系数。环保效率系数，死亡率，人们评估政府腐败系数，教育开支，验证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系数。按照这个系数，居第一位的是瑞典，居11位的是德国，居18位的是芬兰，居24位的是美国，居101位的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居137位，俄罗斯居144位，中国居146位。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让我们很可惜的是，不发展公民社会，我们不能建成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让人有得体的生活，需要发展公民社会。谢谢大家。下面是杨启福教授知识产权与企业认证与评价联盟研究所总经理。我在40多年来进行理念的研究。但是
读完伯顿理论理念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研究的结果跟他的研究结果一模一样。当时他说到国家应该要在哪些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建设，那我所说的那些原则跟知识产权有关，我手中就是我所编写的专著，就是科学的专著，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当中，这本书中的知识都得到存在。而且这本书中的理念扎根于柏拉顿哲学家的学说。后来呢，柏拉顿学家的知识得到相传，世世代代的相传。我强调说一下，这是单纯的科学的知识，在理念论当中存在着许多规律，而且那些规律都跟其他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没有收到任何批评。我有超过我有超过500万的援引，在互联网上有500多万次的援引。我们把自然分成几个层面，无生命，有生命的层级，以及还有一个层级。这个理论当中的规律，都跟方方面面的都有跟各个领域有密切等关系，可以把那些规律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我可以做四个钟头的讲座，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的跟你们介绍一下的专著。我的专著的名称就是
理念的理论。我有时候当我们面临一些大灾难，我感到非常好笑，因为所有的灾难都跟内在的规律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无法预测的灾难，所有的灾难都可以受到调控。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做出一个下了一个结论，就是成立一个知识分子的俱乐部。我们所谈到的所有的那些问题都取决于权力的实质。先生在德国上学的时候向列布尼茨学习，回国之后呢，把他的理论放入本国的科学理论基础。强调说一下，俄国是许多著名的许多个著名的科学家的出生地。饭的时候，像成立知识分子的思想家委员会敬酒。下面请卡里乌治纳。莫斯科大学全球精神系全球化教研室博士生，我竟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发言的题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应该在理论上层面上最远期说在时间层面上行之有效。
从1992年，德文就开始坚持谁先可持续发展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在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出现。2010年6月，在还召开了里约加二世峰会议。这个峰会也发表了报告，说20年前制定的规划完全失败了，因为那个规划共有90个目标，但其中只有4个目标才实现。我认为我们实现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现在进入制定实用主义政策的，就是很务实政策的阶段。我们为什么现在全球政策涉及到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什么那么效率那么低？就是因为现在我们主流的处理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现在想实现的是一个经济和生态平衡模式，这经常导致在政治议题中生态问题服从于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忽略生态问题，没有考虑到生态的现实。科学家们开始提出在反对危机的时候，政府的措施也应该包含生态方面的角度。一方面政府都强调应该解决生态问题，但是在行动中一点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这个体系中，实用主义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经济的利益啊一直强加在生态利益之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失去它的意义。从有的人很简单的去解释它，也有很多人错误的认为生态问题的解决应该以国家活动为中心，这样国际社会意识到生态问题，但是这并不引起国家行动的改变。世界的机构越来越复杂，但是他们的发展是一种混乱的发展，因为现在的政治意识强调经济增长和生态问题解决的对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民族的利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生态问题是从外面引入的，不是他们国家的利益，不是他们民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建立新的理念，让人们了解解决生态问题能够让他们实现国民安全。最终我想说，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需要一个一体化的知识，建立一个共同的意识。为此我们应该调动那些机构，这些机构负责培养人的人文知识和对人们进行人文教育，
当然在这里主要的机构是教育机构，教育体系。教育的内容当然应该反映社会的需要，当然我们在社会也有生态问题引起的需要。谢谢大家。好，这次我们第四场最后的一个发言人，短请各位稍微等一等，我阿夫迪耶夫先生做一个，就是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各位同事们，晚上好。请让我说一个来自内心的话。我们都工作，今天工作得很好，我们都很努力。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吸收了中国民族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努力。我希望我们明天和后天继续同样富有成果的工作。我们就去吃冷餐，但是现在我们还有几个就是值得庆祝的事情，所以我请张少华教授前来致辞。大家已经很累了，有一个事情给于会长交代一下。尤瑞教授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已经15年了。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老师。前几天我听说他已经获得了你们莫斯科40名年度的杰出科学家奖，今年12月这个月12月30号是他85岁生日。这个 OPGC 呢给他一个礼物，我这马上要回国了，祝他生日快乐。张少华教授和张兰女士，和赠送了礼物。最近几天前，雅库夫茨教授被称认为俄罗斯这一年的最杰出的人物，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奖。请各位同行们在这里做一个合影，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厅在前面做个合影。